男子汉，站着是做山，倒下是道梁，心不落，全不落。你败给的是你自己的心。林世荣的内心，只有承受无情打击，他才能在痛苦造人中找到他的初心。他经历了这么多，很难承受这种打击的。是我的人命，我真是没用。一个人负重前行未必是坏事，你身上的负担越是沉重，就越能激发出你的力量。我正是收林世荣为入室弟子，是否形与神兼备，力气并列，内外兼修，刚柔并济？这是师父给我的。无论何时，我们都想请你。林世荣，前来赴约，请生死状。同学，练到高手，内外合一，张骨金刚。